他脚上一只八哥吧，过热了，电梯没电了，他这次才像疯鸟，尴尬是。哇，又来拔毛了！哇，这位置漂亮。可能比较小只一点。怎么会这样？好。因为这一只在阳光的山壁上，你拔一点，你看是在刚才你拔一点在动，就是光阳光这一只。然后阴暗处有一只还是站在那的。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哇！又飞了，飞！来不及，来不及！哎，算了，还是抓这只。OK，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。你们大爹现在不晓得，看不出来是公鸟还是母鸟，这一只在拔毛，仔细看一下好了。有点像母飞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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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啊，没有啊。那里，哎呦呦呦，在头上，哈哈哈哈。好。你在上面。有，没事。没有看到。有，好。有看到，对，这边住一对夫妻在这里。我给你看刚才这一只飞过去的好了。有哈，有。我把位置调一下好了，这边不好哈。现在这一只是拔毛的那一只，对，看它拔毛比较酷。它在吃了，它有在吃吗？我不知道。另外一只飞到哪里了？我记得另外一只也是看得到啊。有看到吗？另外一只飞到它的右上角，对不对？影子那边也有一个，它的影子照在山壁上也凸起来。哇，那样。OK， 我看看。哦，坚持。没有，这一只是一直在那边拔毛。哦。你还看到这一只的右上角那个那边影子那边有一只，有一只有没有？那边山壁还站一只刚才飞的那一只。哦。对。
在拔，现在在吃吗？好像有加盐在吃，对。我觉得这个不像拔毛的，它有点像刺，大概已经拔了一阵子。有一只，这一只大概没注意看。那个，那你那边很滑，你等会跌现在两只都在啊，两只都很酷，两只的那个刚好影子就投射在山壁上，只是镜头只能带一只，有点可惜。然后这一只毛拔的差不多已经在吃了，然后这一只不是鸽子，这一只看不出来，这只毛色不像鸽子啊，回去再放大看一下。我刚才飞了太多趟了，根本来不及拍，手忙脚乱。好。